家好，我是羽生博士，欢迎来到我的处身研究室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气味。气味是无色无形的存在，但是它对人的生活却影响非常大。也许你曾经闻过了一种味道，但是却忘了，或者是这个味道你一直都在闻，但是你却察觉不出来。让我们进行本次的实验。有点像泡面，就是那种软木塞、软木塞的泡面，软木塞。怪味。你说有没有味道？万金油，小鱼干，乌龟饲料，饲料还是哦，好臭，饲料味吧，饲料，哦，好臭，是的，是狗饲料。应该是蜡笔吧，我猜蜡笔，红色蜡。没洗干。你很贱的味道。没干。这木头啊。太空了。腌制品。眉筋哦，这个有点像啊，这个是腌制过的，或者我们有干燥过的梅子。这个闻起来都很像，你也想不起来？都很像，一半以上都有猜的。闻过的东西，闻不太出来什么味道，我都闻不太出来，都闻不太到，你知道吗？闻不太出来。